Hello， 伯杰，我们今天探班的地点在天母。那今天是什么样的工作？今天来拍广告。那可以介绍一下你饰演的角色吗？男主角。没有啦，就是演一个一直追求梦想，但是就是一直失败的人，所以就是要看起来有点挫挫的，然后衰衰的样子。了解，那今天是周三分享日，想请伯杰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最近有没有在生活中发生一些有趣或者是还蛮开心的事情？有一个蛮开心的事情吧，就是有一个粉丝，然后他就是看到我的 IG 现实动态，然后就是我发我去参加一个品牌活动，然后他就是在门口等我这样。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提早离开了，他没有等到我。然后到了晚上我去电影特映的时候，他又特地又来电影特映找我，然后只为了我拍一张照片，还蛮感动的。也是一个很可爱的粉丝。对对对。